阿伟头戴白色字母黑色鸭舌帽，墨镜加黑色口罩遮面，上身 Dolce & Gabbana 杜嘉班纳弹性羊毛双排扣外套，内搭拼式针织棉布 T 恤，轻松舒适又时髦摩登，下身破洞牛仔裤搭配 Portofino Light 小白鞋，肩背复古山羊皮 Welcome 手袋，包包作为点睛之笔，让整身造型俏皮又动感，显得热巴格外的高挑出众，魅力十足。看来热巴此次米兰之行受益匪浅哦，一现身机场的热巴就受到了粉丝们的热烈欢迎，还收到了粉丝们送的体重计，这礼物送的是不是送到了热巴的心上呢？都说每逢佳节胖三斤，这在热巴身上可是一点也看不出来呢，这身材妥妥的女神啊。不过热巴在机场这一路和粉丝热聊，还说下飞机就要去吃火锅，你这吃货属性可是暴露无遗哦，看来粉丝们送体重计也是对对的呀。